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个UP主发了一个视频，说五只老鼠、优品裤子都是贴牌零食，说我买了这些贴牌的零食，就相当于多支付了一倍的价格。然后下面就有小伙伴说，虽然加工厂是一样的，但是配方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不吹不黑，我们以不浪费的原则，根据他视频里面发的清单，购买了四种我比较喜欢吃的，同时又比较有明显的口味区分的东西来做对比。我们做第一个对比，视频里面出现的牛板筋和对应的品品牛板筋，我们先试一下五只老鼠的。这两个东西其实来说的话是有点类似，但是味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不喜欢辣的我估计会喜欢吃五只老鼠的，然后喜欢吃辣的会喜欢吃这种品品的。然后价格上，五只老鼠的这包是9.9块，这一包也是9.9块，量的话会明显品品的会多一点。第二个肉蛋肠对应红香记的肉肠，就它每一个都这么小，120克。红香记的没有标具体多少克，但这两个的话价格的话，这一个是贵1块钱而已。两个上的外形其实有点像，但是红香记的会稍微长一点，但比较瘦一点。这两个我连味道都是蛮一样的，都是黑胡椒味，吃起来的话肉质上是一模一样，然后五只老鼠的它会偏甜一点，然后红香记的会偏咸一点。第三个我们测试一下五只老鼠的海苔跟苍玉海苔的对比，它这个五只老鼠买四包会比较划算一点，所以我买了四包，但是它算下来的话，这一包跟这一包的价格是一样的，都是9.9块。五只老鼠里面一片就这么大，就基本上一包就是一片，苍玉里面就这种一小块一小块的。不得不说苍玉的比这个好吃，感觉吃起来的话会比较厚一点，然后里面我买的是这种夹了这个芝麻的，这个明显就是比它要香一些。那这一个夹的芝麻太少了，然后很奇怪，五只老鼠的东西吃起来的话都有一股回甜。最后一个纯蛋糕对比的是香当当的纯蛋糕，这两个的价格就有区别了，这一箱25块钱左右好像是，然后这一个9.9块，9.9块之外呢还送了我一箱红枣，我们看一下区别大不大。抱歉，这一箱是红枣，这一箱才是蛋糕哦，百乐芬的纯蛋糕。这两个有什么好一样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两个虽然长得不一样，但是吃起来是一模一样，那绝对是百乐芬的这一箱划算啊。它虽然做的比较漂亮一点，但是它这个价格是这个的3倍。总的来说呢，像牛板筋、肉肠跟海苔那三种，我觉得吃起来的话其实是不同的两种零食，但像纯蛋糕这种包，我觉得你买这个也行，买这个也就没差别了。虽然是找人家代工的，但是做出来的配方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，口味上也不太一样，当然除了这个纯蛋糕之外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。